对吧？我觉得还是说我大的就是下学年不长点。对。我看你让他都走到时候蹭蹭蹭就往前走，你也不回头看看我们豆豆。我一直在看。你哪？我怎么没看见你看？你这不是？哎，他不是回头看你了吗？回头。你不能袒护他。我就是觉得你走项目的时候，我感觉你是来体验项目。那么这次是你看你没有袒护他，你就不能袒护他，你知道吧？你袒护他，你袒护他，他就愈发猖狂。他不要袒护我。不是，你直接认错，说下次保证看过了，多简单多了。对，这蛮好的。其实有没有这个事，就我们先问的不是你有没有回头看，是你要跟他保证，你下次一定会多照顾。你来看就当下次没约过。我下次一定好好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通过他和我的一些描述以后，我发现哦，原来他真的是这样子，这么好，可坚持的，他被我改变了，我没有替他。你看于江，你现在表情有变，以前的那眼神是打开的，自然加黑，你看现在觉得这个无关于性格，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格？不一定要正来正去的心，我觉得他性格挺好的，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，他在之前确实有点显摆，但是他通过那期节目看到大家吐槽以后，调整很快，真的快。他突然把自己这个话就是。今天这个感觉让我有一种原来的都这么甜啊。
整体感觉还挺好，不挺珍惜每天的跟我在一块儿时光，所以我会往回想。Thank you.